哎，你看到没？黄晓明在那边聊天，是要什么帅的感觉？酷。别人说他好油腻，好油腻。他本人确实一点不油腻。谢谢。这个服务员也是一个演员，全都是的。他们都是实力派演员，好想看他们 PK 一下。Hello， 你们好。真的特别喜欢。哦，谢谢。你们好人，我可是去了电影院专门买。哦，谢谢。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谢谢。这么喜欢你演的电影，好厉害。哦，谢谢。哪里有谢？电视都不错，第一个是《温州一家人》，谢谢。鸡毛刷片的那个电视剧啊，看的真的哭了好久。谢谢。我觉得你第一部片子是演八路军版那个政委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太厉害了，那意思，把精华都演出来了。他特别喜欢你，谢谢。之前有一些抑郁症啊，之前苦不堪言，他看你那个电影，他有去参加那个首映礼啊，然后收集，然后跟你合影，还有他收集了很多你的资料，谢谢。他最近真的好很多，那就好。其实还是要认真吃药，不要抗拒自己这个情况，积极配合医生是正确的。对对对，满满正能量的电影真的就是艺术家的体现，他会继续关注你，我也会。谢谢。欢迎光临中餐厅。他那么会笑，电影里面那么瘦。原来我真的已经准备和你远走高飞了，我真的准备为你抛下一切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去了麻雀，他扮演的很好，麻雀里面演最坏的一个人，看到他恨死了，这么坏，这么坏，坏就坏到极点了，没办法，坏就坏到极点了，坏就坏到极点了。那我当他当年夸我了，谢谢。是夸你啊，夸你的，带进角色了，哎。还可以吗？你们？很好，这个很好了，我们这个很不容易了，这么快就上来，是吧？是吧？这里有个叔叔，你谢谢他吗？你说叔叔辛苦了。贴贴，他很会来，好幸福啊你！他做梦，哎呀，真的好啊，欢迎你啊！今天他最后一条路吗？没有，我明天还要干活。你们都在拍什么呀？我们可能抓鱼啊，可能去拔菜啊，做菜单啊，基本就是12个小时，所有餐厅的事情我们就干。真的有经营一家餐厅。今天是验收的一天是吗？你们最后一天营业，谢谢你们来中餐厅。中餐厅我每期都在看，没有来的嘉宾吗？我们的嘉宾就是大家。我们的餐厅最主要的是传递爱，让大家获得幸福。欢迎光临中餐厅。你好。